超瘦，你也是那个就是那个也不算不科学，算是均匀，然后又很好看，所以你不用再增肥或再减肥，你这样子超刚好啊。我朋友跟我讲说我还要再瘦一点，不想要再瘦肚子吗？他跟我讲说我这个身高就是拍照起来大约166-152，没有体重，我不知道不会减到上面可是我。